又到我哋一齐嚟见证各位马坛精英喺今季嘅成绩表嘅时刻。首先，我哋颁发2017100马季最佳表现见习骑师奖项。我哋有请颁奖嘉宾澳门赛马会董事庄竹官爷，将奖项颁发俾最佳表现见习骑师梁家伟。恭喜晒 ，Thank you， 庄竹官爷。继续我哋会颁发嘅系冠军骑师奖项，获得2017100马季冠军骑师奖项嘅系马雅。直到今日为止已经一共胜出头场咧，系我哋60场咁多啊！恭喜晒！亦都有请我哋嘅颁奖嘉宾，我们赛马会董事李兆文先生，将个奖项颁发俾马雅噶。再一次恭喜晒，亦都唔该晒我哋嘅颁奖嘉宾。接住落嚟系2017-2018季度练马师冯耀正先生，直到今场为止以34场嘅头马赢到我哋嘅冠军练马师头衔，恭喜你！亦都有请颁发嘉宾澳门赛马会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李柱坤先生，我哋将个奖项颁发俾冠军练马师冯耀正，你同佢嘅师傅咧简 Sir 简美慈先生陪同嘅，恭喜晒咁多位！好，咁样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影张大合照啦，好唔好啊？有请我哋咁多全部朋友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都有圣功状元递上胜利的香槟，有请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回来请顺利进行交给直播室的同事。冠军骑练应该先打合照，开心时刻，好开心了。